那么现在外国人到澳大利亚来投资到底有什么机遇？下面我们请澳中财富的总裁杨敏来给我们介绍一下。首先，澳大利亚的这个澳币汇率呢，现在正处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。如果有想到澳大利亚留学、移民或者投资的这些朋友呢，现在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呢，把钱转成澳币，同时呢，存把最安全的，因为呢，澳大利亚政府已经就是担保了3年之内，在澳大利亚所有的存款的安全，同时。在澳大利亚来说呢，现在这个虽然利息在前两个星期调低了一厘，但是呢，存款利息还是很高的，有一些定期呢，利息有6%+，那这个跟很多其他货币比呢，还是有2-3倍的一个回报。同时现在这个是处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，是趁低吸纳的好机会。以上就是来自澳大利亚今天的新闻，明天同一时间，凤凰卫视遍布全球更精彩的报道。这里是凤凰卫视环球直播室悉尼站，我是杨海英。 Thanks for watching. See you next week. Goodbye.